会练太极拳的同学们别走开，今天我想讲一个重心转换的问题。如果和你说的不对称，请不要黑我。如果您觉得我讲的有道理，您给我点赞，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。那么目前呢，一共有三种说法，我得到的答案是一定要做到先松胯后转腰。如果你练到一个阶段之后，你去转腰松胯一起做，但是千万别做先转腰后松胯。我把这三个知识呢给您总结了一下，来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学。我们举个例子，以右胯转腰走后弧。第一种方法是先转腰后松胯，那么我们腰部一旋转，胯往下一松，整个人会塌下来。大家您可以试一下这种转腰，两膝盖前方会受力比较大，你会膝盖疼，就感觉整个下盘是空的。那么第二种是我推荐大家去练的，你先松胯被动转腰，也就是说松胯在前腰在后，非常适合新手练太极拳去应用的方法。如果你打拳不超过五年，你都用这种方法，如果你打拳超过了五年，你随便。第三种方法，当然第三种方法是最终的归宿，但是能把它一起练的少之又少。今天我教给大家，那就叫做腰胯同步。你松右胯，你腰必须螺旋一起走。您可以去试一下，我们单独去感觉，那一定能感觉出来。但真正让你打拳的时候，你就打不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有胳膊上的螺旋。所以说，如果您的水平有限，您听我的，就做先松胯后转腰，最起码膝盖不疼，两腿稳定。如果您认为这个知识确实有用，是干货，大家记得收藏、点赞。